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大地来龙昆仑来，南北宗宗五大洲，八龙共处于山头，龙腾虎跃震太平。易经是大学，大学在易经。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欢迎您再度收看维新圣教易经大学这个节目。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主任袁心。我们在这个节目一开始呢，要先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在民国89年讲解六祖坛经的时候，曾经开示：当我们发现生活上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静下心来，一直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把这个事情呢放在心里，一直念摩诃般若波罗蜜，直到打瞌睡也没有关系哦。然后呢，我们静下心来，再从问题去思考去解决，这样去做呢，就不会发生其他不必要的麻烦咯。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易经大学士林爱心道场元禄法师来跟我们分享祖德流芳追根溯源的重要性。元禄法师好，阿弥陀佛。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善信大德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阿弥陀佛。元禄法师，我们上一集呢有跟元禄法师请教这个我们祭拜祖先的重要性，还有法仪。那因为元禄法师他以前是做代书的，所以他对于这一些文字文书方面呢都非常的谨慎，也有很多的心得。上一集法师我们讲到正牌跟副牌，那请您再继续跟我们讲解。通常如果把正牌请到家以后，请回家，我们按照法仪啦。如果离开仙佛寺，那我们要告诉祖先啊，我们现在离开仙佛寺了。然后上车也要请祖先上车。那跨县市的话，我们通常都要跟祖先讲说，我们现在已经到哪个县市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如果因为从仙佛寺到台北还有一段距离嘛。那年纪大的人可能就比较会去上洗手间哈，那记得上洗手间的时候，你要跟祖先讲说，我们要去上洗手间，请你们在车上哈，不要跟着我们下去。那上来的时候，你还是要提醒祖先啊，我们现在上车了哦，请大家哈一起上车，因为曾经有人把祖先丢在休息站哈，后来再回去请了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虽然是笑话，可是这也是事实啦哈。然后请回家以后，我们不是说请回家就可以把它安放上去啊，好，因为你要，要把祖先入到牌位的时候，我们要择日，好，要择日的话，首先就说不能冲你的，牌位，就是神位的座山，好，那也不能冲主人家，好，的生肖，哈，这个都要把它避开了，然后。要安的时候，就是时辰到了，那我们要准备贡品哈，是安好才准备贡品啊。贡品先准备好，但是还不拜就对哈。首先我就先把祖先牌位请下来，请下来以后，然后把祖先的里面的内容都拿出来。那事先我们会把正确的牌位都写好。那现在因为电脑刻字很方便，而且又很漂亮，而且又。不容易晕开啦，好，那个可以保存很久，所以我也都建议说，我们把牌位用电脑去刻字，好，这样可以保存很久，又很工整哈。然后依照老祖还依照师父所传的法，我们把那个祖先牌位都写好以后，那要安奉祖先的时候，我通常檀香粉，好，一定要用檀香粉。那你新的牌位，哦，安奉回来的那个正牌。你要跟我们，那个内总牌啊，好、哦，某姓哈、哦，
先祖考哈，什么公什么妈哈，历代祖先朱灵位，那就是那种牌。所以把你请回来的正牌，那跟那种牌，卡这会哈合在一起，那新的在下面，那我们请回来的那个正牌在上面，那在那个檀香炉上哈，左七圈，右七圈，哈，那请某姓哈历代祖先九玄七祖，请进入那种牌哈，说左七圈，右七圈，弄好以后。那个新的牌位放着，旧的牌位卡呗哈，要放在旁边，好，不要再翻出来，因为它已经归到这里来，所以就把它盖住。然后每一张都要这样子。如果说你还有原来的新的跟旧的，譬如说本来你是用手写的嘛，那现在改成用刻的，你还是一样把这个拿上来，把它合起来哈，也是左七圈右圈啊，请某公某妈哈。进入牌位，进入新牌位。那整个都做好以后，旧的全部都是把它盖住，那新的就放上面。那放上面的时候，我们师父有开示，我们要用朱砂，用朱砂去开光。就是在新的那种牌的话，就打三个，就是天地人的意思哈，开光。打三个勾，用朱砂笔。对，三个勾，用朱砂笔，打三个勾。然后每一个地方都要点一下。好的，点一下，那就表示是开光。那新的那个牌位啦，哈，你也是一样用朱砂笔哈，然后点一下哈，就是点一下贤主考哈，考就是男生嘛，贤主考啊、什么公哈，什么谁什么名字啊，贤主皮哈，什么陈，比如说姓陈，女生嘛哈，哎，张妈陈氏。某某要这样子，然后弄三次。刚刚那个也是开光，也要三次。是，然后开光好，再按照顺序，好，按照顺序把它归入在牌位里面。那外牌很重要，外牌就是，要两生甲一老，因为一般人就是正常了哈，老了才会往生啊，正常了哈。那所以牌位中间是要十二个字。那龙虎鞭就要六个字，所以叫做两生加一老，所以我们生老病死苦，生老病死苦，生老十二个字，中间十二个字。那两旁呢，比如说甲辰年六月立，那就是六个字啊。阳上子孙奉祀也是六个字，所以外牌是两生加一老。那内牌的话也要十二个字。那其他的就是比较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尽量尽可能也把它弄到十二个字，那再按照顺序把它安进去。那祖先要牌位要请出来的时候，我们是从旁边请出来。那现在牌位要请进去的时候，就要过炉，好，先过炉，整个牌位先面向我们的那个要安坐的地方，然后再过炉以后，然后再把它往。菩萨这个方向把它转过来，把它坐正，坐完以后，我也比较古蒙了哈，一定要连续三个圣杯，好，如果能杯一杯，那表示有一点瑕疵，或是哪里有什么没有弄好，所以一定要连续三个圣杯才算圆满。要怎么问求圣求杯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问？我的方式了哈，别人我不知道了哈，我是说哦，某姓历代祖先哈。今天是粮食吉日，那我们把祖先全部做个新的牌，或者是说要把安奉祖先。那请如果祖先全部都已经进入到新的牌位，都已经坐稳了，那请你试三个圣杯。是。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一定要择日，择日很重要。对，那我们要避开主人的生肖冲犯的生肖之外呢，夫人呢，家里其他的人的生肖要不要看？要啊，只要住在那个家里都要看啊，最好啦，都看啊。可是有时候你家族人很多，然后生肖又很多的话，
师父有没有开示这方面？就是家族好多十几个人，对啊，这样就很难那个哈。那当然是尽量避免了。那如果不得已的时候，就说不要在场。可是不要在场也很麻烦呢。有一次去帮我一个学员哈去安祖先，因为看子时嘛，啊，那拔拢拔两杯，拢拔不三杯。啊，我这个人又很孤猫，非要连续三个圣杯不可。就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啊，媳妇因为，聚餐呐、啊，所以还没回来，然后啊，请祖先原谅。结果还是没有啊，就媳妇一进门哈，叫媳妇先拜一下，马上叩叩叩三杯。所以祖先很会找媳妇哎、欸，真的。对，祖先对所有的子女媳妇都是一视同仁，都一定要在嘿。如果家里人多啦，生肖很多，你说要全部把它排除的话，真的是有点困难了哈。那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以长辈为主哈，尽量就是以长辈为主了。那晚辈的话就，如果真的担心的话哈，有一个法啦，你就是三手六个红布条啊哈，就下腰的啦，这样就不会有冲煞问题，可以化解了。是，那接下来法师刚才您谈到说，我们把祖先安奉上去以后要求三圣杯，那之后呢，之后的法仪是什么？求了三圣杯以后才表示说全部祖先都安妥了，安妥了你就要拜拜啊，然后就红菇啦，不是红鱼发粿，还有菜饭，要九个菜饭啦，然后财帛，然后再先祭拜。那拜完我都通常都会请他们说，你第一炷香的时候拜完以后，你们就送三部心经给祖先，那等第二炷香一半的时候再请示祖先是不是那个供养完毕了，吃饱没就对了，用餐完毕了没有，如果一杯就好了，有的话你再开始画金子，是这样子。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在正奇班第二届上课的时候，是不是开示很多祖安奉祖先的法仪？我有拿到一张师父的手稿，所以有时候啦，我想说他只是重新弄牌位而已嘛，内容而已啦，那并没有说把整个牌位都换掉，所以通常有时候我想说，那就不用帮你开光嘛，应该他们之前会开光。啊，不过那拔两杯的时间奇怪，我就是问，就请当事人说，啊，无你请你祖先啦吼，甲伊讲是不是爱去甲你开光？结果就是爱开光，那爱开光我就只好再点三炷香帮他们开光。吼，这个开光师父有开示，然后，祖先的开光，他会写说，还是用天地人哈三个功，然后就嗡哈。奉，我比较会背台湾话了哈。奉佛加持啦，金丹灵光现光明，祖德流芳满满年。好，然后看你什么时候立啊，扬上子孙奉祀，一样要写三遍，用香。好，这是师父以前私下传的法，这不是在课堂上传的法，因为有一个师姐他们。好像是师父帮安奉祖先还怎么样，忘记了。然后正好我们的师姐把这张给我，我发觉很好用，非常好用。是。接下来我们要请教圆路法师，在您这么丰富的这个服务的经验当中，有没有比较特殊的故事跟我们分享？哦，这个好神奇耶。其实师父说真的哦，师父很慈悲啦，那个。心量是非常的宽广哈，师父常讲说，你们来学易经哈，就是学你原来的不足，所以你任何宗教的人，我们都欢迎进来。那我们有一个学生，今年因为他比较晚进来，他说我可不可以来上课？因为他晚了两个月，我说可以，这个时间还可以进来哈。然后第一天上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哈，我们师父非常慈悲哈，我们。你来易经阳宅来学这个易经风水哈，没有说叫你原来的宗教就不要去了哈。其实每个人的缘分不一样，那你来这边学这个是补你原来的不足。
然后我上课就开场吧，就讲这样子，然后就开始上课。上完课，那个师姐她是来试听而已哦，她说我可不可以来试听，然后看决定要不要上课。结果笑她说：“老师，你今天开场白讲得非常好。”我说：“啊，是真的吗？”哦，她说：“还有，你今天讲的问题都是我的问题，所以就开始上课了。”有印心。嘿，然后最好玩的是哈、哦，哎，我到一个朋友家。因为他跟人家租那个三合院的房子，他住在湖边呢、啊，因为租房子嘛，所以他就带我说，我、哦、去看那个神厅，他可能故意要让我去看的哈、哦，就进到那个神明厅一看，我真的傻眼呢，那个神明厅有一尊好大尊的耶稣哦，哈、哦，他神像是耶稣，耶稣像，对，是，可是旁边有祖先的牌位啊，是，哎，这是很有智慧的人呢。你不管信什么教，你都有祖先嘛，没有说你拜耶稣就不能拜祖先呐、啊。是，我说哇，那个人真的很有智慧，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神位是天主教吗？我看是耶稣啊，那我不晓得他是什么教、嗯，但是旁边就是有个祖先的牌位，那他还有烧香，祖先有烧香，耶稣那边没有烧香，这是我看到最神奇的，我很赞叹那个主人呐、啊，哈，他真的很有智慧，他虽然信耶稣。可是他没有忘记祖先啊，祖先才是我们的守护神啊，好，没有祖先哪来的我们？是，所以这个真的是我看着真的，是很有感觉，很有感觉。是是是。那我一个学员呢、啊，他现在是29届，我一直都不知道他信教，他第一年来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要诵经，他就诵好多经哦，一年都诵2000-3000部经哦。然后到有一天，他在讲说他们家的祖先的问题的时候，他来跟我讲说他们是天主教，但是妈妈很有智慧，他说娶进来的媳妇要跟着我们信教，嫁出去的女儿你就跟着你的先生，看他是信教还是拿香拜拜，就他嫁的是拿香拜拜，所以就入境随俗了，所以他也很能够马上就切入，所以上课上得很开心了。所以我常讲说，我们中门是最具有包容力的，哦，有些地方呢就觉得说，啊，你离开我到别的地方去，你就是背叛我。其实没有什么背叛的，因为我常讲说，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很多的贵人，很多的老师教授嘛。譬如说你读博士，你也不可能只有一个老师啊，有很多的教授啊，哦，所以多方面的学习，其实对我们都是很好的，哈。是多方面的了解，对于我们修行是有辅助的作用。天主教呢，其实他们自己也是会烧香，然后他们也会拜祖先，所以这方面跟我们维新圣教特别的契合。哦，对，是。再来有个案例哈，是我一个学员哈。他也是29届的，他当初来上课的时候没多久跟我讲说，他父亲往生的时候，那葬仪社帮他们做对联呢，做完对联就直接帮他们合炉，结果他弟弟就车祸死掉了。那最近呢，他妈妈也去年往生嘛，那今年要合炉，要做对联嘛。他来问我说：“老师，那个葬仪社说帮我们做对联哦，同时然、啊、后要合炉。”我说：“啊，你们家做什么像啊？我看哪一天，就看日子不好啊。”他说：“他们家做东，那四月又是酉日啊，是酉丑煞东啊。”我说：“千万不行啊，这一天绝对不可以合炉啦。”我说：“做对联没有关系，因为不会动到祖先嘛。”那你要另外在择日在合炉，他说，那他们如果不愿意的话怎么办？我说你要坚持啊，因为平安最重要。因为他那个弟弟哈，就是因为爸爸合炉的时候没多久就往生了，车祸往生。另外一个弟弟哈，也是不晓得是中风还是怎么样，我忘记了哈。然后去年有去他们家帮他看房子的时候，他妈妈跟还没有往生，他妈妈跟他弟弟，因为家是独栋的，哈，1234楼，
两个人都睡在，应该是餐厅啊，一楼是前面是客厅，那进去就是楼梯嘛，那旁边就是餐厅跟厕所，那后面就是厨房。结果一看，哇，不得了，他睡在化粪池上面，哦，因为早期的那种房子嘛，化粪池在家里面，然后两张床，两个人躺在那边，睡在化粪池。我说你干脆把他移到前面来。可是老人家有那种观念的，我睡在客厅，那我又不是要跟出去逮啦，就会这种情形。我说你可以用屏风把它挡起来，至少然后比你睡在化粪池上面好。我说两个都睡在化粪池上面，我说要好很难呐。结果后来妈妈就往生了，不过妈妈也90岁了，然后那往生以后呢，弟弟说他不愿到二楼了，因为他行动不方便了。他也不愿意到客厅来，我说这样的话要恢复可能会很难啊，然后才来跟我讲说妈妈要合乳，那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一定要跟他们讲说这一天可以做对联，那合乳我不要这一天。后来我有帮他看个日子啦，那他很担心，他说那万一他们不愿意，我说万一不愿意的话，真的如果不愿意，他 我去帮你弄好了啦。后来他有跟我讲说，那个对方啊，一看到我选的日子嘛，他说啊，那这一天好，这一天可以，所以这个问就比较不会有问题了。所以现在呢，很多的不晓得是因为做生意的关系呢，还是他们真的不懂，所以他们都会，不知道是看农民历还是看通书了哈，然后就很有点比较。选择上好像没有那么的严谨啊，如法，对，没有那么如法。是。那通常我们师父开示嘛，哈，他说如果择日的话，我们是以董公选为主了，哈。那我们还是要参合那个通书，如果通书 OK， 那我们的董公选 OK， 那当然没问题啊，就没有争议。那我也曾经到一个客户家了，哈，他我选的日子。在我们的董公选是吉日，很好的日子，可在通书上又不好了，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这样好了，我跟你择这个日期，然后我们的董公选很好，但是通书不是很好，你要不要问问你们家的关圣帝君，因为他拜关圣帝君，如果说我择的这个日子可以的话，请他试三个圣杯，那如果不可以的话，那我再重新帮你择日。后来他跟我讲说有又拔三杯了，所以验证说师父开示师父所传的法真的都是很正确很如法的，是真实不虚的。对，我们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唯唯道藏这个都是经过验证长时间的验证所集结而成的。这个我们师父在行道的42年间呢，每天日日夜夜不断地在验证易经风水跟宗教修行的妙法，所以跟老祖师尊天人合一传下来的是正法。这正法呢，就要经由我们易经大学的法师讲师来广传给社会大众。关于祖先的问题哈，这几年来哈，验证非常多了哈。祖先的问题如果没有安好的话啦，他祖灵会不安，祖灵不安的话真的会影响到子女的一些运势啦，譬如说你的生意啦，或者是身体啊，家里的和谐，这个都会有影响。所以师父开辟这个法门，让我们大家有这个机会来学习，请大家来学易经，那来拜祖先了，祖先是非常重要的。那来我们这边学易经，并没有说你原来的地方就要放弃，这是师父开示的，师父的心量真的是够大了。来我们这边学易经阳宅风水，除了补足你原来的不足以外，也是一种修行。所以希望大家呢，有空呢，切时间了，要找时间了，其实你说有空没有空很难说了，时间是自己找出来的，找时间然后进来宗门，学了很多的法，对我们的人生有很大的帮助，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是，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士林爱心道场的住持圆路法师，谢谢法师，感谢您。各位观众朋友，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是一所帮助我们个人发展、开发内在智慧、促进生活的和谐、提升生命品质的社会大学。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利用工作之余来终身学习、自我充实，也将易经风水妙法分享给身旁的亲朋好友，大家一起成长，一起平安。这个就是最具现代性、实用性的宗教修行。我们今天谢谢圆路法师，谢谢法师，谢谢，阿弥陀佛。我们也祝各位观众朋友平安、健康、幸福，阿弥陀佛，阿弥陀佛。